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水蜜桃罐的叶一宝。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爱吃水果的牛。从前有只爱吃水果的牛，所以每天都会带它去吃各种好吃的水果，有西瓜，有苹果，有橘子，有柠檬，有葡萄，有凤梨，有草莓，有各种好吃的水果。有一天，主人带它回家的时候，刮起了大风，主人着凉了。着凉了。爱吃水果的牛，他就去水果田里面吃了草莓，给主人喝草莓牛奶。然后他又去田里面吃了西瓜，西瓜牛奶，还有苹果牛奶，还有凤梨牛奶，还有葡萄牛奶，还有橘子牛奶，还有柠檬牛奶，几个各种好喝的水果牛奶。其他邻居喝了，知道水果的好处，就变成爱吃水果的人了。结束，谢谢大家。